那日，漫天华彩四溢的灯火，你驻足街中，人潮如织，可我只看得见你。所谓一眼万年，也不过如此了。我倒有个问题想问您，将军。我陈少商从来都不是逆来顺受的性子，我性情固执顽劣，不服从管教，更不会听你的话。这样的我，你还想娶吗？在我眼里，他天真果敢，是最能与我并肩同行之人。子慎此生非他不娶。我从小不被人疼爱，我也不知如何爱人，难免只有你的用心。这么些年来，我从未真正有过家人。小时候我经常驻足在此，来看这万家灯火星光灿烂，若是能有一盏盈盈之光是真正属于我的，那便好了。